你好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知道尼泊尔吗？知道，尼泊尔，尼泊尔知道什么东西呢？啊，尼泊尔军道。哦，尼泊尔军道是吧？哦，对对。好，你觉得尼泊尔军道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厉害？你们有听说过尼泊尔吗？尼泊尔没有。没有听说过是吧？嗯，好，你因为这个历史上这个军道就很厉害，尼泊尔这个。哦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就是我在做一个节目，可以问一下几个问题吗？我不会说英文。没事，我会说中文。你们知道尼泊尔吗？尼泊尔，听过，但是不知道在世界地图哪个位置。哦，尼泊尔就是，离新疆比较近是吗？是的是的，就是在中国的边界那边。还有听说过什么东西吗？尼泊尔的。知道尼泊尔吗？嗯，知道呀。尼泊尔在哪里呢？尼泊尔在西亚马拉山那边。哦，是的，是的。你还知道尼泊尔什么吗？有尼泊尔军道。哦，尼泊尔军道是吧？嗯，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不用谢。羊肉串。 羊肉串，对，我猜的，因为新疆是吃羊肉串。对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你们是大学生还是怎么样？大学生。哦，大学生是吧？啊啊。对尼泊尔人来说，你们有什么想说跟他们说的吗？想跟尼泊尔。比如说，中国吃美食超级好吃。美女也多，帅哥也多。美女也多，帅哥也多是吧？对。好好好好好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